鱼在这里面出现很多次哦，严格讲起来，鱼在这里面的变化并不如想象中来的多，写法一直都很接近。这耳朵旁写的还真的是方力。写的真的是重，这个也是很重，变轻，反正下面笔画偏轻，出到细，三，这个三跟刚才第一次出现的三不太一样，这是的三呢、啊，三个横画写的异常接近了、啊，之前那个三的。最下面那横写的比较长，长，带起来，出到细，有写勾写的最长，锋利的勾起来，带起来，这叫叠，拉动一下，直。抖动一下，弹，重，再起来，你，短横，粗大 C，上面很宽，粗大 C，中间的口写的要紧一点，好，边写边注意间隙。横画的均间，虽然笔画很多，还是要做到精细。弹，通，滑的翻折上去，竖画，带一下，错字旁。他的耳朵旁这个写的就很小，错字旁前面这半段，弹起来往下这样拉出去，九，刹住，带起来，靠近，这里稍微翻折一下，变细，整个勾上去。